老师，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张国良院长在场，还有我们邱昌玉市长，还有各位评审委员，各位推荐人，还有我们最重要今天十大杰出女青年的得奖人，还有现场的所有的贵宾，大家晚大家好。好。好。十大杰出女青年是我们全国唯一以女青年为主的颁一个奖项，各位得奖人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，不仅在品德学识上非常的杰出，对社会都有很大的贡献。今天是妇女节，在表彰女性贡献的这一天，非常高兴能够当面恭喜各位，也谢谢大家的努力与付出。那么这项荣誉又称为金凤奖，象征凤凰的永恒美丽与理想。那么从各位的身上，我们也看到了凤凰不怕烈火考验的精神，克服了种种的困难，努力的实现理想。我们今天在场的几位得奖人，像我们的创业楷模李薇晨女士，是哪一位？可不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呢？在哪里？哦，他在后台准备，待会要表演节目。那我就替他讲好了。那过去好几次创业失败都没有放弃，现在不但事业成功，而且还赞助社福机构，协助弱势的家庭。那我们再试试看，我们的运气看下一位站在现场，我们的邓巧玲检察官。侦办过许多社会瞩目的案件，不怕舆论的压力，努力实现社会正义。那我们再试一个运气，我们的王妙如分队长。对。对各种艰巨的任务都全力以赴，是救人无数的打火英雄，请坐。那么，身为剧团演员的林嘉玲女士。对。她在后台。她在后台。不仅在京剧、昆剧中挑大梁，而且把传统艺术推广到校园。我们的林竹萍女士，你在后台吗？哎，对，因为待会我们要请总统为我们颁奖，他们在后面 stand by， 总统颁奖。他精通农作物的病理研究，是提升农业品质的植物医生。那我们担任护理师的林瑞萍女士。也是在后台，是的，研发出创新的产品跟服务的模式，让伤口创口的护理更加的优质化。那么即便是这样，我还要再试一次我的运气了。李小梅女士，这是运用科技来提升灾难逃生的速度，打造了台湾第一个动态疏散的系统。那么黄荣如医师。致力于妇女乳癌的防治，是显微重建医学研究的重要的推手。那么现场还有我们台湾第一位棒球的女裁判。真的是棒球耶，不是只是女生的棒球，也男生的棒球也是。他也很积极地投入社会公益，我们的张淑玉上尉。我每次看到女生当兵都很感动。过去是宪兵机车连的第一位女排长，目前要特别介绍，是负责我的寓所安全的连长。现在是位特别肯定他的恪尽职守。那51年前，为了选拔十大杰出女青年、十大女杰的初衷，是为了要鼓励女性为社会提供更大的贡献。那么今天各位的成就，也证明了女性的贡献是不分领域、
我们职场上传统刻板的性别印象和限制是可以被改变的，被突破的。除了我要再一次的肯定各位的努力，我更要告诉大家，政府有责任来消除性别歧视，建构友善的职场环境，让女性在就业上能够获得更大的支持。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的女性因为家庭照顾需求而离开了职场，我们除了要倡导家务共同分担，今年的一月长照 2.0 的计划已经上路，未来不论是对于长者或者是幼儿的照顾服务，都要建立更健全的制度来减轻女性家庭照顾的负担。我们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台湾的女性可以有足够的选择权，不论是在这个社会选择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都能够充分的来发挥实现理想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努力来达成。最后我要谢谢主办单位多年来的坚持和用心，为我们台湾社会遴选出最杰出的楷模，也祝福各位得奖人持续在各领域有更好的发展，也敬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